这个孩子让我有些奇怪的熟悉感。霍雨浩和王东之前的比赛，驱毒入体，他完蛋了。就用出过黄金之路和天地之锤两个武魂融合技。霍雨浩，加上这两个怪物，这绝对是怪物。你是我们本体宗的人，本体武魂灵眸，一个前途无量的魂师。一条年轻鲜活的生命，在你们眼中难道没有价值？